啊，各位师兄，阿弥陀佛。我们上个星期六是释迦牟尼佛出家的纪念日。我们知道，所谓的出家是出这个三界火宅的家，而这个三界就是我们的三毒。出三毒，而我们的行动就是将六亲转为法上的因缘，晚辈就像自己的徒弟，长辈就像自己的菩萨。能够这样子的表法，来让我们出家以后改变人生，由愿力来转自己所缘的这些业缘，转为道用。而无非是希望我们种下了这样解脱的因，并且受了出家戒、解脱戒，而能够让自己跟自己所缘都能够解脱，一切的因缘都能够。像文殊菩萨的愿力一样，都愿发菩提心。不管呢，怎么样的因缘，或者说未闻我名，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解脱。而我们在研习《楞严经》。大家也知道，这些尤其是在讲五十音魔，是因为末法，我们人心不古，所以正法呢力量呢弱，而魔性呢强，魔强法弱。要修行，没有更大的决心。更大的对自己的品管是没办法呢，通过模考。末法的斗争坚固，大家都要当胜利者。那么人跟人之间，国家跟国家。组织跟组织，或者种族跟种族，那至于宗教跟宗教，都有这种坚持自己，作为一种竞争。但是如果有一种，要伤害对方，取得胜利的这种心，又变成不是良性的竞争，就变成是一种斗争。包括一个理念也是一样，总希望自己的理念能够呢来。推展到极致，而这样的情况，我们可以看到，现在世界某些国家已经有转成沙业兼顾，理念的不同，或种族的不同，或国家的不同，
已经一部分开始又回到我们过去的历史，有了这些沙叶开始产生。而往往佛跟魔是一念之间，一切为心造。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地球，我们人类一正二报，你的正报是人，但是你的心已经没有我们所说的守戒，那么你的医报就是这个地球的环境的条件，就开始呢，随着你的心开始转变、转动。你也可以说这是量子物理，也可以。温度、水、风、土地，这些都越来越极端，细节这样的变化也是快速，缓冲越来越少。所以，这些都是我们心离净土、人间净土越来越遥远。我们本来呢，就是一个秽土。当然，人跟人之间原本就是有不一样的想法，地区、种族也有不同的文化。甚至于有种种的思想主义，那么怎么去变成人间的净土，就在于大家要有一个共识，要为最大多数人的利益。那么所谓的最大多数人，以人本主义来讲，那就是所有的人类，在地球的人类。如果心量再大一点，还包括动物，那么为了最大多数的生命的利益，那么这个地球就趋向于净土。净土我们知道，除了很庄严的、很洁净，也有会唱佛法的、宣扬法流的鸟，也有很庄严的树。这一切的净土，当然是由我们常说的阿弥陀佛的功德所展现。这个功德当然是由愿力不停的行持。广度有情，从因地到果地，而我们这个地球，这个物质色法，是业所生色，是我们业力所产生的。
那么愿以功德庄严佛净土。这个庄严佛土，是我们愿意，或者呢，菩萨在修行的功德。这个是定自在所生的色。也就是说，修戒定慧，那么行菩萨道，或者你已经证了阿罗汉的禅定，所生的色法，这个色法不是只有一个相，就是我们讲独头意识，它是会有一个，也可以是有一个实体的作用。所以我们常常看，就是心念来改变物质。虽然是只是禅定力，但是它可以改变物质。那么凡夫的妄想是遍计所执色所生的色。我们常常想啊，过去、未来、现在啊，而这个念头就会呢，塑造成为心所现、为事所变，一切呢为心造。所以量子物理呢告诉我们，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的心念在塑造。而这里讲的心念是讲我们的意识心。而我们如果今天为了最大多数人或者最大多数的生物，然后你扩大到植物、矿物，那就是一真，也就是你已经变成圆融体，或者整个宇宙，你会考虑到宇宙会不会被污染？所以心量就是越来越广大，不会不尊重而有分别心。会冲突对立，你的心包容一切，尊重一切，就可以转化我们过去不管了生与意怎么样的业，它开始转，因为心念转。像现在很多国家每年都花了很多的钱在国防上面，也都是为了保护自己，因为怕有斗争兼顾，甚至于呢杀业兼顾。可是相反的，过去我们晚上门不用关，两个人之间讲话算话，不用啊打合约，还要公证。我们可能头脑简单，但是我们有安全感。现在科技发达，看起来进步，但我们失去的更多。现在斗争也包括科技，
包括治安，种种能量的运作，也可以是武器。那么，生物科技也可以变成生化武器，完全在一念之间。有太多太多的名为竞赛，为了就是人生胜利、团体胜利，而离净土越来越远。当然，我们打球，篮球十个人抢一个球，然后得分，看谁得分高。作为一种，我们过去讲啊，这个射箭比赛啦、骑马比赛，作为一种比赛的一种运动，现在也变成有的时候变成赌博，过去我们射御输术，这些就是一种活动，生活的一部分。那么演变成呢，这个竞赛呢，就是我们人心的斗争坚固，见不得别人好。然后保护自己，非常的爱自己。不可以有一点点违逆自己的意思。有人违逆，有事情违逆，他就会起来抗争。那么，甚至于呢，用阴险的手段保护等等，所以明争暗斗。我们知道这样的念头，如果以我们讲五十音来说，群魔乱舞，因为我们的念头，一个念头一段生死。但是我们念头所感召的生死，却是沦入魔道，那怎么办呢？就像我们讲的，我们现在懂了，可是呢，一下子还改不过来。还是别人错，愿法官、愿检察官、愿目击证人、愿警察，或者愿家人，乃至于愿受害人。例如说，你为什么那么有钱？你为什么这个这么成功？甚至于愿佛菩萨，就我们讲怨天尤人。所以，当一个人我们内心的小魔鬼的力量超过我们内心的小天使的时候，你没办法跟他讲道理啊。
因为他已经失去自己要求自己的这种执行力，就像一些人、一些罪犯，特别是累犯，每次被捕都是表现的让法官啊能够呢希望呢网开一面，但是法官越来越清楚，因为他如果是累犯，最后就是认为他不可再调教了，不可再教化了。所以其实在意的，我们人非圣贤，在意的是我们的态度，我们的心态。我们是不是闻过而喜，还是平常心甚至于呢更糟糕的就是不服不高兴，那么这些只会让我们慧命呢越来越丧失，然后这个习气越来越跟嗔相应，这个业因呢，当然是不是下地狱，这要看你嗔什么。那后面的语跟后面的行为，所以从五十音里面，我们知道一个念头都会呢感召呢魔的附身。你修禅定，或者根本没修，没有止。没有关照自己，我们凡夫都是这样啊。可是我们感觉很好啊，不知道我们自己呢，已经渐渐的小魔鬼已经养大了。我们这三毒也好，五毒也好，已经带我们往下沉沦了，甚至于连三宝呢，我们内心来讲都抗拒了。虽然外表呢看起来还有在三宝门里，而心呢，实质上是没有，因为没有在修这个心，所以我们常讲啊，一个嗔念啊，百万的障门就开了。当然，斗争坚固是目前大家普遍可见，几乎新闻你一看，彼此我们现在叫做口水战，后面呢隐藏的可能还有我们讲科技战啊，或者什么金融战啊，这个贸易战啊。
最后就是军事之间的战争，然后资源之间的战争。我们作为佛弟子，对生命的尊重，或者要去救护，这是基本的做人的一个慈悲。所以佛陀也教育我们很多事情不用去变，因为你一变很容易变成斗争坚固。很容易起了不悦。对，我们常常对很多的事情你看得懂，等待机会，因为有时候因缘不成熟，你即使有愿力也没办法转得动。就像佛陀在《法华经》的譬喻，自己的小孩也是得呢，先跟他一样的同事请菩萨穿的破破的，去把他呢从流浪在外呢找回来，先做一些他喜欢做的工作，慢慢的才让他知道，原来自己拥有的最珍贵的摩尼宝珠就在自己的身上。刚开始佛陀也这个老员外也不敢露面啊，怕他造业，或怕他呢吓到、怕到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人也一样，你当了父母，才会了解父母的心。那么小孩子的任性，总是怪父母。所以在佛法上，我们学大圣就是要去了解菩萨，学菩萨，不要再用我们的习气。像个无知的小孩，所以我们要闻思修，不是只有说经典看看，嘴巴念念。那么也才讲戒定慧，如果嘴巴念念，你没有真的愿意要求自己改，外表看是有在学佛，内心都在怪别人。即使是像善行比丘做了20年佛的侍者，
终究呢还是要下地狱，因为这是因果。所以佛陀也没办法，释迦族的被灭，佛陀也没办法。那就是因果，所以佛陀还是讲回头是岸。但是你回头有没有真的自尽其意？这是第一步，这是忏悔的第一步。如果你已经走错了，甚至已经入邪了，带着邪修行，自己坚固，打死不退，一念之间，你渡这个邪。不用渡别人的血，渡自己的五毒，把自己的五毒三毒转化，渡自己的血，从阴上面呢，从三毒上面呢去渡。我们有时候会听到一些癌症的患者，有些人就照医生讲的就走了，有些人即使被宣布扩散了，他知道改变自己，只要愿意就有机会就活过来了。所以一切为心造，何况我们都有佛性，所以佛魔完全在于你自己。那么佛呢，把《照妖镜》呢讲出来，无非呢是告诉我们，对外看得懂，对内照得到自己，主要还是对内。因为菩萨为因，如果我们修戒定慧，愿意依教奉行这个戒。你修定比较没有问题，因为你自尽其意就不会自作圣解，因为你有文思更不会圣解。然后念头有平管，更不会呢让它呢持续下去，不会随着这个错误的念头，你会止或者转。所以我们要了解，我们现在是在用意识在修行，我们用第六意识。当然了，后面第七意识呢会做主。我们自己呢，就是老实。那么这样子呢，我们就可以呢，出三界的家，出三毒的家。好，我们继续呢，再来研习这个《楞严经》。我们合掌，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如来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如来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如来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我们上个礼拜呢，就是讲受因的后面。我们知道这个佛呢，就跟阿难呢这样讲。就讲啊，前面十种呢，修禅哪的这个境界，那么都是受因啊，这个心呢妄想啦，或者我们这个自己关照自己的这个力道啊，在那里呢交互，所以会有这十种呢受因的这种因果的。当然，这样子呢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，你能够闻思，你知道教理，但是你在欲界里面的这些，可以说是修行的干扰，那个就是魔了。那么你怎么呢，在这个过程，要能够过关斩将？那么这里讲众生顽迷。迷当然要入经典，你才不会呢。根本没有正知见，那顽当然是我们的习气、执着。顽迷这个真的是我们自己很大的敌人。然后有不自存量，就是你自己不想想自己，没有自己检讨自己。不向内，自己想一想。然后呢，这个因缘呢碰到了，魔考来了，然后呢自己不认识自己，就讲：“哎呀，我是圣人了。”那你这个大妄语起来以后，就无间地狱。而且呢，特别跟阿难讲。那未来呢？佛灭后，这些法要传给末法的众生，让众生将来在修行能够辨识魔，那么你才能够呢跨越。然后我刚刚讲的，要坚定自己的愿力。那么老实的去修，回向给我们的三毒，就像文殊菩萨，所有的因缘呢，都希望他成就菩提，魔也要度。当然，我们还没有那个能力，但是呢，这个我们有愿意这样子，好。那么这样的法，你能够呢传到末法，不要让天魔得逞，得悉方便，然后呢保持，也就是呢持续的来加批这些佛子，把这些我们讲五十音呢照妖镜呢送给大家。让大家呢能够成无上道。那么这个照妖镜，一切的有情都会有这个三毒，都会有这些色受想行识，或者没有色法，它没有身体等等。但是要能够理解说这些现象。
会干扰我们的解脱，所以自己选择自己佛魔要清楚。那么上礼拜又讲阿难啊，这样的善男子，你要修三这个大定。那么你受印尽的时候，你虽然还没有到漏尽，有时还是会有这个响音嘛。但是在这个地方就能够心离其形，也就是说呢，他能够呢，这个形就是身体，他心可以离开，像鸟出去了。但是呢，还没有真正的成就，也就是说他偶尔能有这种，如鸟出笼。那么这里讲得很清楚，这是一个还是凡夫的身呢、啊？那么只是这样子进来，你好好的修，可以就往菩萨道的这个圣位继续努力。那么得到这个意生生，这个意生生跟刚刚讲的，还不是阿罗汉菩萨的这个定自在哦，还不是哦。定自在所生色，是他可以呢在定中利益众生的，而且这个利益众生不是这个只是一个境界什么，是确实。那么以前有公案。就是阿罗汉呢，为了救人，他能够呢这样子来禅定里面呢，去把呢快要被伤害的一个小孩子呢给抓出来。那么这个。跟这个现在讲的意生生那是完全不一样，因为阿罗汉已经是漏尽通，他已经不受后有，往上面走了，真的入圣位。他是灭尽定了。那么这里就把这个响应区域呢跟大家举例，就是说我们睡觉说梦话，自己呢不自由主，自己会讲话，而且讲话呢不会语无伦次，是蛮清楚的。这是第一意生生，但是呢还没有得到诸法的自信性，没有。所以要了解这个，跟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定自在所生色是不一样的，它的作用不一样。那上礼拜又讲啊，如果呢你真的能够像刚刚说的色受因净，你的动念呢没有，那么你这个很细的啊，这些要开始往响应里面走了，这些呢你慢慢慢慢的就会，这些包括妄想了，就会慢慢的消除。就像啊，在这个还没有到妙觉，你在这个觉明心呢，也就是第八意识呢，这些维系，例如说我们人的身体的老化，很维系的细胞开始老化等等，这些你就能开始能够慢慢的觉受觉知。然后呢，对于前面这些意识心出的这些尘垢啊，这些动念啊、浮想，慢慢的调伏啊，这里只能用调伏。就像我们讲阿罗汉，他是慢慢的压住、调伏住这些维系的动向。那么你对于这些生死，叫一轮生死。那么我们是讲十二类的
众生。那么整个从头到尾这样的生灭，生灭也就是灭，这里讲的就是往生，你都能够查照。那这样的人呢，就是开始呢响应，到最后就是响应尽。这个范围里面，这样修到最后响应尽，就能超越烦恼浊，也就是五浊里面的第三个烦恼浊。所以我们讲一句，想出呢，时空离尘无相，离觉就没有这个性，这个性讲的就是自性。想、是、尘、相、觉，然后最后入这个无自性。那么这里讲的就是生死。我们都认为二元论、三元论、四元论，而不知道说它其实是一如，实际上是一真。我们在欲界里面，六道就是六，它就是因为有这些分别，所以我们没办法呢超越。而从我们修这个响应尽，就可以我们知道不落两边，不粘连，不被粘过去，比如心不被境转，那么就能够呢过关。那么这里也讲得很清楚，从我们一开始讲的色是坚固妄想，到受是虚名妄想，到了现在在讲响应，是我们融通妄想。因为啊，我们的这个响应，它的根本，它心的境界，如果以这些融通来说，就是它会贯穿。我们比较常常讲的就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这个时间的主轴的镜像。偏计所知，我们都认为这些时间存在，所以我们常常会在这些妄想里面编织融通。因为这样，所以那样又变成那样，然后呢，就绕在这里面，心境呢在这里融通。那么这样子的时候呢，响应它的根本呢就在这里。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讲，时间是一个骗局。既然是一轮生死，既然是首尾圆照，都已经告诉我们了，起码我们昨天我们上礼拜学到了这个，就要明白不生不灭，从心经里面就要明白。那么生死呢，它也是生，又是往生，它也是不二，我们常常都知道往生。所以啊，上礼拜也讲阿难啊，这样善男子，你的受因这些虚空没有阻碍，这么微妙的境界，那么也不会再受受因的这些邪来干扰啊，你可以呢，心离开这个肉身啊，有一生生。然后呢，你圆通妙定啊，得到啦，啊，在三摩地啦，感觉很好啦。当你这个感觉很好，
然后呢，喜欢啊，这个原名啊，然后你很精进的永锐啊，你要精进，然后变成一种贪法，贪求善巧，你要让它好用。你想，那我这样要去用，这起来呢，又变成一种胜利。我因为到了这样的境界成就，我要超胜了，我还要再超越了，起来了。你不明白呢，你这一念的我这个爱啊，我又起来了。那么这个地方你贪求善巧，就会呢遭受魔考，那么天魔就会非经附人，让你呢，你既然要善巧，就让你呢很厉害，你可以呢讲经说法，而且懂很多的善巧方便，出世入世法，而且很多是相似的哦，也就是说。他不会呢，给你这个完全的法，他会留一手，因为魔性就是这样。甚至于他会改一点，加一点料，因为这波旬都有讲。但是这个人自己他不知道，他已经呢着魔了。他认为自己已经有一种成就，得无上涅槃。当然，他会跟人家讲，或者自己封自己。那其实这些封号呢，都是假的。即使是真的，如果他入魔，也只能说真里面呢是假的。那么这样的人，当然他讲经说法就会化为人师，就会收弟子。但是他的精神魂魄呢、意志呢是被控制的。那这些弟子呢，迟早也会被他呢控制。因为他有这些魔的加持力，我们继续讲。来彼求巧善男子处，夫作说法，其行思虚，或作比丘，令彼人间，或为帝释，或为妇女，或比丘尼，或请暗示，身有光明。世人愚迷，或为菩萨，信其教化，摇荡其心，破佛立于潜行贪欲，口中好言斋祥变异，或言如来某处出世，或言结火，或说刀兵，恐怖于人，令其家之无故好散。那么这里就是延续我们刚刚讲的啊。他因为这样很厉害，口说经法，那么又说自己呢已经得大成就，无上涅槃。他可能现呢出家上师法师，但是他即使是真，他里面也是假，因为他已经着魔。那么或者当老师，那么他会有人来求巧，求这些善巧。来到这个人的这里，那么他就为他说法啦。那这里讲啊，其行这个思虚就是一下子啊，他或变成呢，幻化成比丘，让这个人呢就看到了，让人家看到哦，
或者幻化成第四天，或者是妇女，或者是比丘尼，也就是他因为啊一生生像鸟出笼，就开始做，又跟这个魔啊，这个着魔啦，非精妇人就在这儿做什么？做这些魔的变化，或者他在那秦暗的房间里面，他身上就会放光。他跟我们刚刚讲菩萨的这个定自在啊，所生色那是不一样的，他只是在他身上啊变来变去，幻化这些相。然后呢，他当然跟人家讲他是得了无上涅槃了。那这些人来求他的人，听他讲法人就。惑，也就是他已经受他迷惑了，就把他当成了菩萨，然后信他的教化。那他就趁这个机会来摇荡动摇呢这些来找他的弟子这些人他的道心。那么他怎么就是用什么的这个讲法，因为人家已经把他当菩萨了，所以他就让你呢破佛的戒或者是律仪，也就是让你破戒或让你不守戒不重视戒，即使有其他人 你的同参道友或者你过去的这个朋友劝你，他不会听话的，他不会听话，然后呢，潜行贪欲，潜就是潜在的，啊，那么去做一些贪欲，因为这边是欲界，贪呢是大家都共同的，这个共有的，那么有的贪财色名食睡。有的贪神通、啊、权力成就种种跟贪欲有关的，就偷偷的做。所以如果是这样的人，他不但会在这个团体破佛律前行，为什么要前行？他会还会到别的地方去做这样的事情，或者在他自己的这个生活里面，他会在前行贪欲。然后这一个着魔的人也是一样，他也知道说自己可能现的是这个佛门中人。他私底下破佛律仪，跟这些弟子都一样。那么这样的这个被非精所缚的人呢，他就嘴巴喜欢讲一些灾难啊，或者是这个祥就是讲好的事情，他跟你讲啊，哦，你要发了，明年呢就是你的什么很好的年啊，你的行运来了。啊，灾我们一般就知道、啊、跟你讲说，哎呦，你可能这个要做一些供养或什么啦，然后你没有做的话，啊，车关啦、啊，或者是这个家里会有人疯、有人死啊，来吓你。然后这里讲的变异就是呢，要吸引人的好奇的。吸引这些没有正知见或者相信这个人可以变来变去的，然后呢变给你看来吸引你。那么又会讲啊，哎呀，如来啊已经又在哪边出世啦，现在换哪一个人当如来啦，现在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已经过啦，现在换某一个是真的佛啦，或者某一个是圣佛里面又更超圣的啦，都是这样子。
又要把释迦牟尼佛，又要把它呢变成有第二、第三佛，或者他讲会缘结火，又讲啊。啊，有这个灾劫啊，例如说有大灾、小灾啊等等啊，或者说啊会有这个世界末日啊、战争啦、啊、刀兵啊等等，让大家呢会怕。那么怕，然后会怎么样呢？啊，赶快求佛接引啦，或者呢？觉得自己可能会有灾难啦，家里会有变故啦，然后呢，希望消灾。那这里面呢，这一位着魔的呢，这一位很厉害的了，就会啊，可能会骗财骗色。他恐怖于人，就让你吓。然后令其家之无故耗散，就是叫你要供养。这里讲的主要是要资粮。其实现在的方法不只是刚刚讲的吓你，因为现在的社会跟以前又更多元化，它会变成呢找一个名目去募款。那因为呢这些信徒相信他，就帮忙募款，或者呢。跟你借钱，然后又说啊，菩萨说不用还，他又呢把自己啊变成呢这个没事啊，不是我说的、啊，是佛说的、啊，我跟你借的呢不用还你，或者说你的祖先呢叫你要供养三宝，然后要把地捐出来，这是祖先的地。或者他呢跟你讲啊，我帮你修个法。让你啊延寿啊，然后你买我什么东西，我给你一张证明啊，或者说我写一张书文，这就是你去净土的签证。你没钱没关系，开支票，我收支票，或者呢，他会呢给你认，给你一个职务，认证你。或者传你特别的厉害的这些善巧法，给你一个封号，或给你一个世间的名号，满足你的虚荣。说给你当会长，给你当大功德主，满足你有面子，来耗散呢你的家产。因为这个人他被天魔呢这样派来这个精怪附身，那么所以来跟他求法的人、请法的人，他就跟他说法，然后也会演戏，变来变去啊，变一些境界。他跟菩萨所示现的那是不一样的，他是自己在那变，然后啊，让人家呢疑惑，信他，变他的粉丝、铁粉。那么这个时候，其实你如果有入经典，你就知道这就是魔，因为真正在说法，他就是讲经说法，他不弄这些神通，不搞这个。而是这些人他不知道，他好奇，他就把他听他是神是佛啦，或是神通。然后这些人呢，有供养的人，他们自己就疯啊！你是什么？你是什么？就会疯哦，变成一个家族。所以啊，在这里动摇到人心，那么心呢摇荡。自己已经是这么成就，他对于佛所制的戒或者律仪，他根本就不重视，他还是做他欲界的事情，或许不敢呢太公开，私底下做，
满足自己的欲望，破呢这些律语，乃至于这个破根本啊，这个杀盗淫等等这些。那么又跟人家吓人家，说你会家里有几个鬼，你会出什么事？或者呢，你对他这个好，他就给你这个加持一下，说呢你家里吉祥，这样子呢来这边呢。有时候是借命运这种宿命论来呢洗脑这些信徒或者弟子，但是里面不是都不准哦。为什么？魔也有五通啊，所以他很多事情他是讲得准，他也确实会知道的，但他终究的目的是他要资财、土地啊、房子啊、钱啊。那让你恐怖，然后你想要趋吉避凶。所以啊，这个就是吓人的。那么佛才叫我们呢要守戒，你才会有正定，也就是戒定慧，也叫我们不要去信神通。那真的佛弟子是不做这些神通事，当然不是没有神通，是不用这个来呢，我们讲妖言惑众。当然有些末法的现象啊、灾难这些我们经典上都有讲，但是这个不是，这个等于变成说是群魔乱舞。所以啊，他会用这样的方式收弟子，然后呢扰乱正法，这个就是魔。我们继续讲，此名怪鬼，年老成魔，扰乱世人，厌足心生，续比人体，弟子与师俱现亡难，汝当先觉，不入轮回，迷惑无知，堕无间狱。那么，就讲啊，这样子，这个啊，精怪啊，这个就叫做怪鬼。怪鬼呢，我们一般就是讲这个是一种妖怪啊，鬼怪。那它可能附在这个动物啊，或者附在植物啊，包括草木作精作怪。它不是正神或者入仙级，它没有。它本身就是一种能量的聚集，然后呢，它这个精怪来附身的这个呢，也有可能是动物，也有可能是我们讲啊，有时候就是树啊、草木神这些魔所派的、所控制的。那么基本上，它入人身本身就已经坏了音律，所以这个都是用阴险的鬼心，那因为它本身就是阴的，所以这样的人呢，这样的怪鬼呢，跟这个人呢合久了以后，也成长变成魔了，也就是他的魔力呢会增上，因为他有这些弟子。他会给他们呢抽他的这个能量，继续抽，要他的精气，或者要他的这个，他有叫他做一些经典，要他们的光明气，久了就变成魔了。然后呢，
这个魔呢就扰乱这个人啊，这个被缚的这个人，久了以后呢，就或者这个人的身体也老了，啊，他就觉得有一点，好了，可以放了。这个放了大概有两种，就是说他第一种他可能会直接就放了，那就让他老啊、病啊、疯啊、死啊。第二种就是栽培另外一个接棒，就从他弟子里面也可以栽培另外一个再接。但是对这个人来讲，他就已经放了，觉得已经利用到够了，然后呢，就离开他的人体。当然，如果是这样子，那这个弟子跟这个他的师父都要陷入亡难，因为他可能在这里呢。敛财啦，啊，让人家家产呢耗尽啊，等等。所以亡难就是说犯法。那这里又讲啊，如当先觉，你如果先觉知了，不入轮回，就不会再入跟他们共业这个轮回。这个轮回就是一起共业，弟子跟这个师长。那么，但是你如果迷惑无知。师徒都一起掉到无间地狱。所以非常严重。那我们前面讲啊，你今天贪人家的家资，贪人家的财物，犯了罪，就开始啊。然后呢，这里讲怪鬼，你是附在物体上，像草木上或者石头上，你也一样呢，吸收这些能量。有些叫什么石头神啊、草木神啊，一个木头也可以拜，它就是里面有这些怪鬼。那么刚开始的时候呢？这个灵啊还小，但是他年老成魔，就是他的神通力啊，这些魔力啊，慢慢的就越来越大，所以他会导人精气，还要香火等等，要这些能量，他慢慢呢在人这一个人的身上就开始越来越厉害，就成魔。所以老年的鬼就是个怪鬼，他采这些能量、精气、精华，包括天地的灵气，他就开始呢越来越能够害人。然后呢，这些跟他共业的弟子就叫魔众，他会培养一些。或许是接他班，或许是钱供养比较多的，他会特别的培养他。但是呢，当呢这个魔离开的时候，通通最后就像讲的因果现前，那么死了以后就是未来的无间地狱的果报。所以啊。我们要捍卫正法，那魔是来破坏正法，魔是为了反对正法而反对。就像我们常常看有一些人，他就是专门跟政府作对抗议。像这一段时间，大家在美国大选那边就看到这种专门。在抗议的，跟法律呢做对的。那么魔也是这样，就是不让人家呢安乐，就是要让修行人呢退失，并且要控制。
所以这是他的心量，他的习气，他见不得别人好，也不会服气，那么都怪别人，非常的顽抗，而难调伏，难教化。所以像这样的很难度，只能啊先受报。所以我们不要去贪求这种善巧法，不管是出世间或入世间，因为我们修戒定慧，我们第一个要守戒。那么，你要看关照的是自己。那如果你对于这些神通啦、吉凶祸福啦，或者你对于这些方便法，那很可能就会像这一位被魔入的养套杀。那么，特别是好为人师、好为大姐的、大哥的，就很危险。就讲啊，阿难，又善男子，受因虚妙，不着邪律，原定发明三摩地中，心爱游荡，非其精思，贪求经历。那么这里又讲到另外一种状况，就啊，跟阿难又讲阿难啊，又啊善男子，你这个受因虚妙，就是通过了受因这些境界啦、考验啦，然后呢，这个有这个像这个鸟出笼啊，这种虚妙啊。然后呢，不受这个受因的这些邪啦、所惑、所干扰，那么一样就是圆通妙定啊，都得到啦。在三摩地中，也就是他在定中，你心爱游荡，也就是说，你可以一生生，你意念可以呢离开身体。你很想去用神通去游荡，然后呢，你把你的精思啊，你的这些意念啊，你想要飞出去，魂呐，飞出去贪求经历，去到四处法界啊，好奇呀、啊，出去玩一玩。那么，我们知道有十方国土，也知道说这个法界像万花筒。这些你在定中有时候会显像，可能是一个像万花筒一样的，不是一格一格啊，它就是可能是。你如果用天眼看，是它是像一格一格的那个，好那种。可是你如果这个十方国土，或者是六界里面的种种的这些各界，它的展现呢，你只要好奇，你是贪求这个经历呢，你就会想去，你爱游荡，然后呢？这些呢，就会有事。我们再补充一下前面讲的好了。今天魔呢，如果呢离开这个人的身体，然后这个团体呢，如果没有人接手，或者有人接手，
来接这个年老了哈，这个。那么你原来的弟子或许离开了，可是呢，因为你呢跟这一位这个入魔的这一位师长的因缘，你虽然离开了，你还是他还是对你有影响。那么你要净化这个魔性，你要很努力。你要尽量的把这些因缘转掉，或者断掉。如果你很不幸已经有魔通，又学了一些邪术，这个邪术可以让你身体健康、家庭幸福、赚钱，你要放掉。你不要这个因缘要割不割，内心又常常思念想念，又在那放不掉既得利益，即使放掉，都还很辛苦，有多辛苦呢？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《弥勒日巴传》？因为这把祖师呢，他学了邪术，那么用这些邪通去作恶。后来他决心要回归正法，好不容易找到马尔巴。马尔巴是过去的一位在家的上司，削他的业，把他的魔性要磨掉，给他呢吃足了苦头，旁人都看不下去。因为很残酷，但是呢，马爸是要救他。弥勒巴没有一念的不悦，他知道自己过去入错门，学错法。既然要回头，就要把自己的过去毁掉，迎接新的因缘。所以这里是后来想到应该再补充说明，因为这个团体可能有人会离开了，因为这一个原来的开山的师长不在了，不管有没有人接，就是要讲学弥勒日巴，能不能碰到马尔巴，那就看个人的因缘。我们继续讲，尔时天魔后得其变，非经妇人口说经法，其人亦不觉之魔浊，一言自得无上涅槃。那么这里跟前面讲的一样，就是说你爱游荡，爱飞出去玩，以为自己是游戏神通。菩萨的游戏神通是为了众生，不是爱游荡。
菩萨的这些化身也是为了众生，不是为了人家的家资啊。所以啊，如果说一个人他有了这个能力，那么又爱这些游荡好奇，非亲妇人又来了，并且呢也给他能力，让他能够啊对于经教呢懂，嘴巴会讲，但他自己不知道哦，他觉得他自己修得很好，他其实后面呢讲的也是继续好了。来比丘由善男子处，夫作说法，自行无变，其听法者，呼自见身求作宝莲华，全体化成紫金光聚，一听一众听人，个个如是，得未曾有。世人愚迷，或为菩萨，淫逸其心，破佛律于潜行贪欲，口中号言诸佛应是，某处某人当是某佛化身来此，其人即是某菩萨等来化人间，其人见故心生阳可邪见密心，种子消灭。那么这里就讲魔怎么做，就讲啊，来这一位啊，前面讲的贪求游荡啦，这个男子的地方的这些人呐、啊，那么他呢就会把自己就会生作说法，然后啊这些听法者他就会自己的形貌没有变哦，啊都没有变，那。也就是形貌上呢，这个他自己呢，自己形貌都没有变呢。那听法者呢，现在就是换成听法者，忽然看到自己呢坐在莲花上，然后这些听法者他的弟子呢，哇，都呢化成紫金光啊，大家都像已经成佛道了。所以一众听人，这些大众啊，听法的人啊，每一个都是这样，哇，得未曾有，也就是啊，这一位啊，着魔的、啊、就给他这种境界，给他看到光啊，自己浑身都发光啦。然后这些人呢，来听法的人呢，就愚痴。然后迷惑了，迷惑呢？这位讲法的呢，是菩萨。然后呢，心呢就放逸淫逸，然后呢，都听他的。啊，佛的律仪啊免了，然后潜心贪欲跟前面讲的一样，因为这里欲界，然后大家也知道，欲魔啊，天魔啊，就是。天魔就是他化自在，他就是老大，他自在，大家都是他的魔子魔孙。那么欲魔呢，就是这里最大的魔，因为这里是欲界，基本饮食男女大家都跑不掉，所以本身这里就是欲界啊，财色名食睡等等这些，你要什么，这个都是魔懂得利用贪欲。满足这些人，那么他就会又在讲这些，哎呀，就喜欢讲某个人啊，某个佛来应试啊，在什么地方啊，有一个阿罗汉，哪边又有一个菩萨嘛，某一个人又是佛来了，然后呢，某一个人就是菩萨来教化人间呐、啊，那么这个人呐、啊，啊，一般人呐、啊。就看到这样子，哇，心呢起了那种情渴啊，
就贪呐、渴求啦，就是对这一个会讲法的，就起了那种像铁粉那样子的情仰、渴求。然后邪见密心，就是这个他的邪见呐、因为听这一个邪师讲的，当然就是邪见，就呢很多呢就一直跑出来了。那么这个密就是他秘密的潜移默化，然后邪见呢就一直出来。然后种子消灭，就是你的本来的智慧的种子呢就消灭了，因为整个偏掉了，整个偏掉。尤其如果这一个邪师呢，他就要你观想他，也要你受他的戒，也要你持他的咒，也要你的身与意呢都不能违犯他，那一定是邪见密心，种子消灭。因为这个就是这样，把自己呢托付给魔。因为一个人他这个喜欢呢这个，其实这里面呢前面在讲的这个说法的人呢，那么他会变这个形状。然后现在呢是讲了听法的人呢变这个佛身啊，哦，大家都感觉自己这个很快成佛，急速成佛啦，快速成佛。那么这样听的人就很信啊，我来这边快速成佛。那么魔本来呢无可奈何，是听的人心动跟他相应，当然呢他就干扰到听的人，然后呢他又演菩萨，让这些好奇的人、想要一步登天的人相信。所以呢这种贪成就、贪快速成佛，这个淫逸之心就是这个，完全放纵自己的那种心啊，他没有天不怕地不怕，破佛律仪，他要贪求，他目中无人，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是佛了，他已经是佛了，所以啊，他就会呢，那一圈呐、那里面呐、他们就会疯啊，什么人是什么菩萨，因为他先相信自己的这一位邪师是菩萨是佛，所以大家通通最少是阿罗汉了。他会呢认证，所以呢佛种呢就消灭了。好，我们持诵释迦牟尼佛心咒。Om Mani Mani Mahamani Sajya Mani Asoha Om Mani MahamaniMahamoni Sajya Moni Asoha Om Mahoni Moni MahamoniSajya Moni Asoha Om Mani Mani
南无牟尼释迦牟尼佛。常转，普照一切有情，令有情三毒转为智慧，魔性消融，成就解脱因。再慢慢将法界光明收回身心，慢慢出定。好，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禅修到这个地方圆满。阿弥陀佛。